欢迎来到新思集团最热销重点开发项目 Memory。 在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，竟然可以狂销超过1000块土地。 Memory 整个项目整体规划是1200个地块，现在销售只剩下最后的110个地块。我们看到地图上面有颜色的这些房子呢，都是已经建成的小区。来到了最后的几期，剩下的一个部分呢，是在这个更靠近将来火车站所在的位置，而之后呢，将有400个联排别墅即将要发售。我们来看看项目的整体规划，现在已经建成的是业主俱乐部，已经开放给业主使用了。这里面包含了全年恒温的温水游泳池，还有专业的健身设备，还有一个超大容量可以容纳100人的宴会厅，可以举办各式样活动。这里是给这个项目的业主使用的，其他的居民啊，就算是付费也无法使用。以及户外的烤肉区，还有多功能的篮球场、网球场，这些呢，仅仅只要支付950澳元一年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湿地公园跟儿童乐园，接下来要完工的部分呢，是我们的私人学校，将于2025年完工。另外就是我们的 retail 的 precinct， 这里面会包含了影院、超市、餐厅、咖啡厅等等，应有尽有。Memory 这个项目啊，除了为开发商配备未来的商业中心以外啊，现在已经有很非常成熟的咖啡小厅了，也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生活所需。生活在这样的小区，最后入手土地别墅的机会，单层别墅4房2卫2车位，仅售澳币66万元起。租金可达450到500一周，有兴趣的朋友请尽快跟我们置业顾问联系。